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盖茨第23天了，来咱们把该做的做一下。首先也是加了550的币啊，这个是 VIP39 了，另外终于是那个 VIP， 现在这个 VIP 太难升了。感谢各位的关注，你也可以领取一下。我群里今天有人问文士对决明年有希望没，先把这个粉丝星花买了，这个反正都买了吧，会有个称号。文士对决明年应该是大有希望的，因为它有一个斗罗代后 MMO 那个游戏明年出来，明天出来之后呢，这个魂师对决就有希望了。哎，其实我们这个是从22年就开始说了吧，现在都24年了，咱不要太奢望，反正有什么就玩什么是最好的。这里这个仙柱灵气，我觉得这个比较 low， 昨天我们分析过了，相当于是24块钱给一个粉的，不如直接买，更划算一点。这边的328这些怎么买试试看啊？328、98、30。好，我们就是每天差不多60000的预算啊，就是600块。这个呢，明天还有一天，就是应该是今天新出的活动啊。咱们把这个该买的买一下，这种很便宜的就先买了再说。648也买完啊，648、888一般都可以买完。我们先抽吧，刚好100抽，那还不够。888买三次，好，可能288也要买。这个288和888都是20抽，所以它那个越到后面价格越高。这里我们先点跳过动画，跳过然后再来抽。我们大概还差个40次，还需要买两个，咱们先买一个，再买一个就够了。OK， 最后50次，抽完了。青龙级，哎，搞一个，这里面归一任务给很多东西，但是这个好像用兑换的没啥作用。接下来是初始礼包，昨天看了一下，绝技灵气也许可以买，这个还能买99次，我靠，198给一个红色的，买一个吧，就一样一个，剩下的感觉都不划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些东西都贼破。像这里寻仙令可以兑换一下，徒弟，为什么你们公司不发月饼？虽说我们公司不发月饼，但是给这么一张也还行吧，里面应该是100我猜，是100哦。不错的，谢雕琢有个排行榜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咱们最好拿到这个第一名，差了300抽，太抠了，公司那么多人，各客服也要赚不到啊，不可能面面俱到的，时间来得及。 OK， 好，先把这个4800都买完了，然后咱们雕琢一下200次。月饼不一定是想吃的，对吧？搞一个钱的话，你想买什么零食都可以买，对吧？还差109抽，这里还有5抽，哎呀，这有点难，那就买两个花钱的吧。啊，不对，再买个这个就可以了。完了完了，应该买两个8000的。我买了一个8000，再买了一个6400，好像差一点。如果买两个8000的话，好像也差一点点。先抽吧，让阿诺带你上3楼。我们好像4楼是有个洗脚的，但是那个很正规啊，我去试过了，98块钱还可以，这个捏一小时，捏完之后还可以去洗个澡，跟他说一下就行了。就是如果有一天啊一身泥垢，可以去试试看，可以单买是吧？哦，对，可以单买，我忘记了。忘记了，好，1026，差不多，不多也不少。这个拿到的话，明天就会有个排行榜嘛。最后就一个秒杀必购，这个买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是9.9块，今天9.9块需要买两个东西。号主大哥说这个声望也不太够了，我们买一点，买一次吧。明天就不买了，然后还是维内令。星域宝库我们来兑换一下 ，OK 的，走房市。这里也有声望，又是21万钻石。最后就是这里的啊，咱们把该买的买一下。灵气好像没什么作用啊，灵气、绝技和灵气啊有作用的。灵气，哦，这灵气完了，灵气和绝技，这个灵气哦不行，搞错了。这个仙剑的话加的还可以啊，可以加个几个亿，咱们把这个328都买光吧。上面的仙剑不能合，128买3个，就4毛钱一个，随便试一下啊，也许能加一点的是吧？都买了吧，就10块钱，因为这个仙剑应该。也差得多呢，就是即便是黄色的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灵气不要，灵气不要，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给的东西并不好，灵气没有作用啊。今天东西钱都花不出去啊，真是少见，才充了35000，咱们还可以充27000，朋友们，留着等下次比较好的活动吧。反正这个累充的活动今天就拿不到50000也无所谓。下面咱们先把藏经阁的再升一下，刚刚开了一些东西，所以一下加了12亿战力，1600亿了。大哥，你能加战力吗？能加300万？啊，出 bug 了！不，这个战力怎么显示是 Y798刚才？然后法诀再升完，啊，加4000万，这个又能加个5000万。现在这游戏失去激情了，所以我觉得要玩2个月还是很困难的。说真的，即便每天充550，不如说把钱充到别的游戏上面。真的是这样子。啊，咱们先把奇云阁升一下。今天我觉得能到1640就很棒了，1650根本就不能奢望。哦，可能1630吧，因为那个衣服已经穿完了，没加什么战力。仙剑，今天就主要仙剑能加多一点啊，就能加个1亿多吧。1亿多应该是，
据我了解啊，但是怎么是一千万？不是怎么是一千万啊？昨天不是加很多吗？你看这加8400万，刚才怎么才加1000万啊？这加800万，再加1300万，不是他怎么这个上下浮动那么大呢？这个加1.5亿，这个加多，这些纯色的都能加2000万，有套装属性是吧？好，那就反正咱们也没有说是自选，咱们就使劲升就结束了。能不能到个15亿？1613，啊，这个能升一级，加25000。这个盘古能升两次，加1.5亿，好，又加1.5亿，还是有厉害的家伙的。这边还能一件穿戴吗？啊，最后一个也穿上了，各位，最后一个都是彩色的了。这边咱们还是牛掰大发了，星星这里有4个，那不给他用一下，加个2亿，刚好啊，再用一次，刚好把这用完。这个多少星？应该有个25、26了。这边也不够，哇，这边都差，盾的话是够了，能加2亿吗？加1.9亿，好。今天先到这儿，然后咱们去玩一下冒险记吧。